今年地区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组合赤字、专项债、梯息等工具，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。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合理安排专项债券的规模，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，更好地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。